今天晚上，哎，酒井这小骚娘们儿晚上约我去拜了门，什么意思？队长，这是好事儿啊。好事儿，呵呵，这女人找我从来就没有过好事儿。我跟你说啊，强，以后跟日本人接触的时候要小心点儿。我知道了。齐队长，电话。齐队长，哪位？怎么，连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了？哟，嘿嘿，科长，你好，你好，你好。帖子我刚刚收到。齐队长，乔迁到吉斯菲尔路76号，感觉怎么样？非常不错，非常不错，谢谢您对我的关照。哎，我晚上想请你到百乐门跳舞，不知道你是否赏光啊？那是我齐某的荣幸啊。好，我们说定了，晚上我的车去接你。哦哟，不用不用不用，到时我自己去，一定按时到达。好。你别说，酒井这小娘们的屁股还是挺诱人的啊！队长，您应该不是走桃花运了吧？说什么呢？我告诉你，就算他请你上床，你都不能去。晚上跟我去百乐门，别，队长，你不是拿我开玩笑吗？我哪会跳舞啊？别废话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去。是。先生愿意帮我这个忙吗？美惠子小姐的事儿，齐某赶不上心。你那儿还有什么问题吗？我明白，做倒没有什么问题，我只怕伤了我的弟兄。这个我自有安排。不过也不能让人感觉是在演戏，这样吧，如果伤了你的人，我负责给您加倍赔偿。好说，好说。这件事非同小可，你要亲自出马。那是，到时一定晓了。可是先生，想见你。好，知道了。齐队长，我有事先出去一下，马上回来。好的，请。今天打扮的很漂亮，两位请啊，好。歌儿上校哦，你好，你不进去跳上一曲吗？我的舞跳得很糟糕，酒井小姐。是吗？酒井小姐，我是来向你告别的。为什么？歌儿上校，你这次来，对上海的印象如何？上海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它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巴黎。巴黎，哦，不堪一击的法兰西。为什么你们的元首把停战协议放在冈比涅废弃的车厢里签署？此举真可谓是别出心裁呀。这是元首对上一次大战的报复。好吧，明天我设宴为你饯行。
等不到明天了，上级刚刚给我发来了电报，要求尽快把托马斯押送回柏林。我打算今晚就走。今晚？可是你们不是说好了三天之后吗？可是小姐，这是命令，飞机将在3小时后起飞。哦，你们这么急啊？不就是一个二级钳工吗？希望你们能大力的协助。好吧，我立刻向松本司令官报告。好，我们待会儿见。谢谢，谢谢。再见。再见。小娘们儿想让我帮她去抢人。哦，嗯，不能再跳了，你们赶快回去做准备。哦，今晚？今晚12点，我的货就要送往机场。看来酒井已经上钩了，他今天晚上约见齐冠兄。你怎么知道今天晚上酒井是要约齐冠兄在百乐门跳舞？是冯先生那边告诉我的。哼，这冯先生还真是一个神秘的人物，从来不跟我们见面，可是每次到了关键的时候呢，又能伸出援手。日本人又想得到托马斯，又怕事情万一败露造成他们朋友之间的误会，所以呢，请76号出面是最好不过的。如果这种判断站得住脚的话，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76号在什么时间用何种方式去做这件事了。哎，他们不会选择在医院下手吧？这不可能，日本人就怕这事和自己有瓜葛，躲还来不及呢。可是凭我们几个人根本就盯不住76号嘛。这就不用你操心了，冯先生自有安排。老冯啊，啊，你该歇一歇了。啊，我这就完。好，歇会儿。嘿，来来来，哎，辛苦一天了，你也休息一下。这个夏天你可瘦多了。玉玲啊，等天转凉了，我们去山里走走。我倒是想去呀，就怕你抽不开身呢。要不是建平他们这件事啊，现在倒也还不忙啊。那这事儿有眉目了吗？出了点意外，现在德国人和日本人都在打着自己的算盘。
你别打岔行吗？还是我来替他说吧。日本人既然和76号已经咬好了口，要在德国人面前演这出戏，让我们的格尔上校眼睁睁地看着好不容易弄到手的托马斯·哈根被一群身份不明的人抢走，妙就妙在这个身份不明上。你的意思是将计就计，对吗？今天是农历5月21，农谚说得好，21、22里月从半夜起，只要我们提前下手，在一场连月光都没有的混战中，恐怕连日本人也分不清谁是真正的76号了。明白了吗，从前的何副官？你聪明，我笨，行了吧？哼，抄家伙。先生，你的气色看起来不错呀。可以出发了吗？当然可以。那通往机场的路上，放心吧，我已经布置好了。格尔上校，我就不远送您了。别忘了我们的约定，我将在巴黎恭候您。好，祝您一路顺风。怎么回事？是冲着德国人的护送车队去的。队长，好像有人已经替我们动手了。被酒井这小娘们给耍了。八个，嘿，八个人，嘿，什么？司令官，おかしいと思います。聞きたくない、ユダヤ人が欲しい。Mr. Matsumoto, I was shocked for what happened tonight. We had such terrible security in Shanghai under your Japanese army. 僕たちではこんなことで出たら驚きました。グルーさん、Sorry. 意外だったよ。This is 完全に意外だったよ。Accident. But we can't afford such an accident. 身分不明の一組すぎない。They are such strangers to us.
No, I don't believe it. I believe you have prepared for it in your wants. 男的，在大连呢。But tell me, could all the people who are not identified speak Japanese? Mr. Gao, now that misfortune has happened, I think we need a sincere analysis between us rather than irrationally mutual attack. Both of us has entered a strong opponent, but don't worry. I will find Thomas for you. I promise.队长，来吃点夜宵吧。他娘的，瞎折腾了一晚上，把我的好事也搅黄了。本来我是要上小翠仙那儿去的。哎，队长，要不我跟小翠仙联系联系，上他那儿舒服舒服。这都几点了，去个鸟啊！去看看外面怎么了。队长，好像是酒井来了。哟，酒井科长，您来了。齐冠雄在吗？队长在呢，在吃夜宵呢。哦，科长。齐队长。您来了。小日子过得不错呀。哦，科长，这元宵味道不错，要不你也来点。哎，人呢？我要的人呢？什么人？人？您不已经弄到手了吗？你再给我装糊涂，我现在就杀了你！科长，你这什么意思？我还以为你另有安排呢。我看是你另有安排吧。我怎么会另有安排？我在那儿等了一晚上，我以为你派人把他接走了，所以我就回来了。这件事只有我们俩知道，消息是怎么走漏的？科长，我也不知道啊。你好好想一想，我怎么可能为了一个犹太人去得罪你？我去背叛你，拿我自己的性命去开玩笑？还在耍我是吧？吃水还不忘挖井人呢。你为我提供了一切，让我大展宏图，我怎么可能背叛你？如果你不相信我，你就一枪崩了我，我死在你的枪下，我心甘情愿。嗨，托马斯先生，今天您的气色很不错呀。谢谢，谢谢你们救了我。可是我还是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了不让您重新落到希特勒的手里，也为了世界和平。和平？我现在感到和平是那样遥不可及。可每一个有正义感、心地善良的人，心里都有上帝。在欧洲，我的同胞正在受难。我们犹太民族就像荒原上饥饿的羔羊，到哪里都受到豺狼的追逐。去年日本法西斯在我们的首都南京一次就屠杀了30万中国人，这是何等的残忍。但是托马斯先生，你应该相信正义最终是会战胜邪恶的。我相信。好，走，咱们去吃点东西吧。我是一个种水专家，你们知道种水吗？我也是学化学的，从资料中了解一点。那是原子核能研究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德国人原先在核能物理方面的研究是走在世界前列的，他们已经在莱比锡建成了原子反应堆。但是由于希特勒仇视犹太民族，赶走了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也由于这些爱好和平的科学家看穿了希特勒法西斯的野心，持不合作态度，所以他们对核武器的研究停滞不前。核武器？对，把核能反应原子裂变运用到战略武器上，如果成功，人类将遭受毁灭性的打击。
一个科学家的研究是不能用于战争的，但是科学又能使正义的力量壮大以战胜邪恶，所以我想请你们把我送到重庆，再通过他们把我送到美国。托马斯先生，我们会满足您的愿望的。托马斯，我给你带了老朋友。托马斯，马尔纳。哦，马尔纳。哦，托马斯，马尔纳，能见到你真是太好了。哦，你知道吗，托马斯，我可真担心你呀。我很想念你。哎，太棒了，太棒了！到了。看见江上那艘大商船了吗？那是美国的商船西雅图号，今天晚上起锚去武汉。今天晚上？是啊，我认识他们的大副罗伯特·凯恩。安全吗？应该没有问题，目前美国还是中立国家，日本人对他们的船不敢怎么样。好了，好了啊！让托马斯搭西雅图号离开上海，日本人是不会找麻烦的。哎，这可也难说啊！还记不记得南京大屠杀的前夜，日本人公然袭击了停在乌松口的美国军舰帆内号吗？关于这件事，日本政府倒是向美国道歉了，说是一次演习失误。都是屁话。那前年呢？前年炸英国大使许格森的车，也说是失误，哪来那么多失误啊？我就不明白了啊！你说那帆内号停在那儿，美国的旗帜那么明显，怎么可能炸错呢？这就是投石问路，想看看美国佬的态度。是啊。关于这场战争，美国人现在还是持观望态度。当然了，对犹太人的遭遇，他们还是有起码的同情心。可目前我们只有这么一个可行的办法了。日本人和七十六号把所有出上海的交通要道全都把持住了。我担心时间拖得越长会越不安全。云飞，你抓紧时间和老于联系一下。西雅图一到武汉，让他安排接应，然后转到重庆。这好吧。智博，你亲自去跟凯恩大副接触一下。好。哎，我把这个呀给高寒。行。这事儿啊还得是他。啊啊。凯恩大夫，给你们添麻烦了。李博士，不必这么客气，能为这场战争做点事情，我很荣幸。那你看我们的货什么时候送来比较合适呢？我们的船在今天晚上9点起锚，你最好在起锚前一小时赶到。啊，今天的天气恐怕会变化，应该是个阴雨天。没关系，长江上的这点风浪并不可怕。
托马斯 ，look， 不错吧？智博，你去送托马斯，等到船起锚之后再回来。好。日本人这几天对租界的监视加强了，你坐隔壁波曼大夫的车比较安全。嗯，我已经和波曼大夫说好了。嗯，天气有变，好像要下雨了，你抓紧时间准备吧。嗯。现在啊，已经不是托马斯博士了，而是托马斯大副了，啊？托马斯，你是我的作品，我能给你拍张照吗？当然可以。来，好了。哎，你什么时候学会这一手了？你不知道的事儿还多着呢。哎，哪天没事了给我拍两张，就我这模样，好好打扮打扮，不比克拉克戴博差吧？你别臭美了。哎，给我们俩拍一张啊！哎，托马斯，哎。给我们俩也拍一张。好 ，OK。准备的怎么样？已经好了。好了，那我们动身吧。好。托马斯，谢谢你。我们走吧。好吧，你过来，来，请坐。我想和你说一件事情。出来磨蹭什么呢？这托马斯真奇怪，一来就和马云飞成了哥们儿。是啊。其实我们跟他一样不踏实，
你要吗？嗯。还有烟吗？就这一根了。给我抽一口，心里有点发慌啊。等船离岸了，你就平静了。离九点还有多长时间？还有三分钟。快了。难道你们不知道这是美国商船吗？我们进行的是例行检查。我现在要求你把所有的灯光都打开。你们有什么权利这样做？这个权利够吗？托马斯，没想到吧，这么快我们又见面了。等等，不准开枪！想死吗？现在还不是时候。上校，我这次可是把人亲手交给你了。好的，那么就直接送飞机场吧。快走，走。喂，智博。不要，出事了，托马斯让日本人给带走了。带到哪里了？